涉嫌女强人当小三，一夕间掏空富商家产。刚去的时候呢，他有个司机介绍个女的过来，变成包二奶的状况就出现了。他那个工厂可以说从无到有，都是这个女的在帮他弄。他也是回来过年，台湾过年回来哦，再回去公司全没了，他才知道这个司机啊，帮他开车的司机就是这个女的的老公。哎呦，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